各位好，最近呢有好几位朋友，问我可不可以教他们六字诀，还有呢一些朋友因为知道我在研究武术之类的，所以呢问我可不可以教这个智慧术，因为最近很多这个仇恨的事件。那我今天做这个视频，和大家说一说我的看法。首先，关于这个智慧术方面，其实最好的智慧术是：第一，尽量的不要一个人出门，尤其是我们岁数比较大的。要出门，一群人出去，三四个人出去，那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和大家在外面保持这个 COVID-19 这个时候的距离，8尺、10尺，这样子。别人靠近进入那个范围之内，你可以知道别人想这个欺负你，你可以躲得开。第三呢，如果是佛教徒，我们常常来念这个观音菩萨也好，阿弥陀佛也好。如果是基督教徒，那我们时常来念这个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的心里心中如果有博爱，有慈悲喜舍，我们不容易招感仇恨来攻击我们，因为这些都有感应的。就好像我们路过，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很烦躁，这个一触即发，这种心态很暴躁的心态，那我们就会招感很多。那如果我们时时保持那个好像 COVID-19 的时候那个8尺、10尺，那就有一个警觉性，那别人也会知道说。我们有警觉性，所以比较不会说来攻击你，而且你有那个时间去躲避，因为你需要空间，空间就是时间。那当然最好就是说，我们要出去，就是这个多几个人，一起出去。如果没事，不要出去，晚上不要出去，不要去学智慧术，因为很多东西是，首先是要可以实战，那个是很多训练的。那第二是防不胜防，最恐怖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学一招半式。然后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什么，这个去自卫，不要搞那些东西，那个是误自己的。武术不是一般人想的，甚至比那个我们看那个在什么，比如 MMA 啊，在那个圈里面那个铁笼打架那个比赛。更是残忍的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佛教的话，我们不要去结那个缘，我们不要去结那个仇恨的缘。如果有那个缘，我们因为我们念耶稣基督也好，念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好，一出门就念观世音菩萨，一出门就念耶稣基督，这样子把这个。
和别人有这个仇恨的缘，也把它化掉去。千万千万不要去这个弄那个所谓学自卫术。自卫啊，那个武术之类，那个是专业的人训练的，不是看武侠小说。所以顺便可以告诉大家，我最近在美国出了一本这个书，叫做《功夫1560年》，这个是戚继光将军的诗的一部分。主要是让世界知道什么一回事，功夫是什么一回事。因为现在的所谓的中国武术，又假又打假，乱七八糟，把自己的文化都不知道了。事实上，在1560年那个时候，戚继光将军和俞大猷将军和那个唐顺之将军，他们在这个扫平那个。这个倭寇作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科技，武术是一种科技，比现在还先进。可是你要训练，你没训练你不行。而这个不是这个金庸小说《东方不败》哦，所以近百年来，从清末到现在，一塌糊涂。所以，这个所谓自卫的事情和你们各位交代了，不要说我一般很少人要讲这个，很少要讲这样的事情，我小孩我都不教。所以人家问我，很好的朋友问我，为什么你不教你的小孩？我说我如果有女儿，我教，可惜我没有女儿，那我的儿子我不教。那东西不要搞，把这个心有这个慈悲，有这个大爱的心，出门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念耶稣基督，这个心和善下来，不要和这个去招感别人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持一个距离，这样子有个警戒性。哦，有一个警戒性，人家就比较这个不会这个靠近你，因为你有你的范围。哦，第三就是不需要不要出去，如果要出去，好几个人一起出去，那晚上的时候当然开着灯火，这个房子要锁好啊。哦啊，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至于这个学六字诀呢，很多人以为六字诀是什么这个奇妙的东西、神奇的东西，可以治百病。其实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是和这个我写这个功夫1560一样。六字诀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部分，可不可以帮忙？可以，可是不是这个什么仙丹妙药，不是什么，它有它的这个 limit，它的那个范围。你就是练了六字诀，练了什么什么什么气功，如果你不知道今天我要说的，还是不行。所以好，今天我就和大家说啊，我们古代的道家、佛家，事实上它是很全面的，它不是一个很这个，好像说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那一类事情。有一个话，无论你信什么宗教，
信宗教是宗教，我们这里讲技术，讲人怎么活。有一个东西要很小心的，就是什么？心生还是病生时，心生还是病生时，什么意思？比如我这个练要学六字诀，是要这个把我的这个，比如把我的这个某一个病给治好，至少我们希望如此。可是，就是你一天练六字诀，比如依照马礼堂老师，一天练一个时辰。如果你在其他的时辰还是这个很暴躁的，起心动念都是在怀恨，很嗔心很重的，那么你还是没办法帮助到身体，因为你12个时辰、11个时辰你在干嘛？那一个时辰可以帮助你的东西，很现实的。那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个事情是，一般都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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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会说的，可是今天和大家说，这一点要注意。我们生病了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哦，那我们用以前我们这个三个世界的模式来说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说这个是智能世界，智能世界的中心是思想，就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。然后一个是这个自然世界，自然世界是我们知的世界，就是自然这个身体发展的世界，不是这个思想的世界。这个中心点在知啊。然后有这个开悟的世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讲这个开悟的世界，我们讲人世间 ，OK， 人间道 ，OK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智能世界、自然世界。上一次前几个视频我说了，从智能世界要这个养生保健、修养自己的身心、增长智慧之类的，是要第一要从这个智能世界把节奏慢下来。第一个事情要把节奏慢下来，慢了下来之后，等待，用这个等待，那就是思想。不起思想，这个思想慢下来了，这就等待，就好像说这个无所事事，好像在 vacation， 这个去这个度假的时候，你可以在那边发呆，心中没有什么的，进入这个自然世界，然后在这个自然世界，你才可以有练你的气功啊、静坐啊。或者是学这个佛教的，有这个念佛啊，或者是我们天主教、基督教有祷告啊，有止观啊，这一类到这里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慢下来等待，练气功、练静坐、念佛、止观还不够。自古以来几千年的经验。要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什么？
要做一些利他的行为，帮助别人。所以，这个所谓的修行和这个利他，它要是并行的。大家可以看那个《了凡四训》一边你要做好事去帮人家，一边你要把你的心静下来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可以从这里慢下来呀，那练我们的气功到这里，那这个东西一帆风顺，没出问题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这样做。那万一出了问题呢？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这样继续做下去呢？就打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比如，你看到某一个东西，你很不爽，你很不爽，那不爽那个时候呢，就变成怎么样呢？那种感觉，不爽那个时候的感觉像什么呢？好像那首歌《滚滚红尘》说：“来意来去难去。”你不爽了，那个闷在那边很难过，他很难过来了，来意来去难去，他不走，我念佛他也不走，我要去修止观他也不走，他就是卡在那边，所以气难去。万一你一碰到那个事情怎么办？尤其我们身体不好的人。因为我们肝气啊，什么不是很调和，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那所以你看，很多人说啊，你看念佛，可是他不爽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就好像我太太跟我说，你什么修什么止观，什么什么鬼东西，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还不是发脾气。那你说那个发了脾气，你要停止，马上停啊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件事情，这个是需要做的，这个是一次要增进的，要用功要增进的，包括你的六字诀。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，你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你没办法处理。每天就是破功，一旦不爽来，这个来意来去难去，来意来去难去，这个易燃易爆炸，OK？或者是搞到整个晚上睡不着，不睡觉，很难过。虽然自己用尽方法还是很难过，就是来意来去难去。那这个东西，事实上，如果你在练气功、学佛，这些都是你在进入了这个自然世界，你一定会碰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自然世界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心有千千结，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结，在比较浅的地方到很深的地方比如这浅，这要深入，然后这个才开悟世界嘛。我们心有千千结，奇奇怪怪的那我们打一个比如。不耐烦，有时候人家讲话如果说是或者是这个，比如开个玩笑如果是男生年轻的时候，林青霞年轻的时候和你讲话，你大概不会不耐烦，也不会不爽，很爽，对不对？
心甜甜的。那女生秦汉和你讲话，要注意你，可能你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舒服是一个结，一个结，好像东西打结这样子。不舒服也是打结。你有喜欢的人，你有不喜欢的人，那为什么不喜欢？不知道。可是你一旦碰到那个，马上你就有一个感觉，马上你这个色身就起反应。那起反应呢，你就越想跑到这个智能世界上面去。你一旦碰到那个结，就跑到这个色身就起反应。一旦起反应，你就跑到智能世界去。哦，或者你已经变成这个跟着他走去爆这个易燃易爆炸，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尽你的所能要去停止他，可是还是没办法。从这个碰到这一点，色身起反应，思想或者不思想，或者是很气愤，就爆炸了。然后从这个一爆炸了，思想又是很乱了，然后呢又跑回来这个自然世界，越想越不爽，对，越想越不爽就放大了。那这个放大了，越不爽又越想，然后他又一直在这里跑来跑去，那这个东西又会变成另外一个结，或者在这个地方整个爆炸，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不想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我们要练气功，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讲修养，我们要知道怎么去 handle 它，去了解，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其实在经上面啊，佛经上面很多东西都有，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到这个境界去，我们不了解。那我们说的这个解释上是很浅的东西，不是很多的东西。可是如果这个结每天跟着我们，那六字结练了没用的，气功练了没用的，因为你走进来这个一步，你退回去四步，只要一碰到那个东西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，那个结在里面转，转到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觉的这个灵敏度不够，因为我们没有修止观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身体。那任何一个真的是修行人的话，他很了解他的身心的。而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身心，我们不知道它存在。所以偶尔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，它在这个 background， 在这个怎么这中文怎么英文说 background， 在中文好像是你说在幕后，对不对？它在那边转，我们不知道的。那只打个比如，我们如果说一个东西在公司不爽，不爽了，我们没有解决它，回到家，虽然说我们强颜欢笑 ，OK， 回到家把这个东西按着，碰到家里比较亲近的人，比较太太或先生，马上爆炸。事实上，它爆炸它不是因为那个太太，而是它在里面这个结，它一直在干扰它的色身。在干扰色身，他只要这个思想这里有点错位，什么他这个地方他就爆炸了，没办法收拾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结的存在，而且这个结我们知道身体痛了，很不舒服了，
一般我们跑到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讲理由是不能解决的。拿一个好玩的，那我看到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琥珀的这个手珠，比如我在这个 Amazon 看到这琥珀的手珠，那忽然间没什么理由的，我就觉得很好，你看多好。颜色多好，看着就比较爽。然后这个你看，这多少？16个 gram 罢了，16个 gram。OK。然后就觉得多少钱？哦，几百块，几十块。那喜欢啊，喜欢的感心里就很感觉了，很舒服了。然后就会抛弃这个思想，一边就说啊，你看啊，我如果买了这个放在手上多舒服啊，念佛的时候多方便，而且它多轻，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说啊。然后如果去问太太，太太一定说话，先生，这样贵的东西，这真的是琥珀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，还在这里转。OK，那就是这个思想打架啊，来来去去啊。那太太讲的，或者是先生讲的，我们不爽，又在这个时发脾气。结果呢，到最后还是买了，好像我这个还是买了，对不对？那以此类推，你看我有很多这些表啊，这些。那我太太说，我每天在买这些玩具，因为现在去没有去弄那个高科技了。高科技的东西，每天设计新东西，很高兴。现在没有设计了，所以半退休在家，所以呢就每天玩这些东西。太太是这么讲我的，所以就是这个解，你只要下士身到这个思想这里转，你可以说你爱他，明天你也可以说你不爱他，后天又一定说爱他。大后天又说不爱他，你搞来搞去，你没办法解决这个结。那如果这个结没办法解决，你每一天那个结是好像计时大炸弹，就在你的自然世界，在你的身心里面。你可以慢下来，等这个气功、静坐、养气、念佛，种种种种。可是只要这个你一碰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雷马上爆炸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这个经验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要告诉你，我们要解开这个结，不是在这个地方解开，这个结来了。比如很不爽，第一个是你知觉到你的感觉不爽，注意我说，知觉到你觉知到你觉知到你的感觉很不这个不爽。第二个念头就是你的身体很痛，有时候很闷。第三呢，跑到这个来。就是我这个怎么办啊？很多很多思想跟着来了，我想要在这个解决啊，或者叫我要去找医生啊，或者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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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的，这个一团糟。那以后要记得一件事情：当你第一个觉知啊，觉知到这个不爽的感觉的时候啊，感觉的时候。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开始，这个视神开始痛啊，或者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不要往这个痛和思想这里去，你要回到那个不爽的感觉。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那个是不爽呢，还是很不耐烦呢，还是很讨厌呢，还是什么？你根本不知道，可是你知道那个最初那个感觉。你回到那个最初那个感觉上面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只是在这个地方
用知觉知觉着你那个感觉，你就问自己，可以把它放下来吗？或者是问说，可以放下吗？可以让它解开吗？我想要把它放下吗？你就看着这个念，就好像男生和女生要这个求婚这样啊，你可以嫁我吗？你要嫁我吗？哦，你要娶我吗？哦，你就问他，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你的对象，你就问他，你要嫁我吗？或你要娶我吗？那相同的。你，我可以把你放下吗？我可以让你这个解开吗？比如我问，我很不爽，我对着那个不爽，我就问他，我可以让你自动的这个解开吗？哦，那如果你这样问一下之后。问了好几次，不是要急的逼他，不要你好好的问他，就好像他求婚这样，好好的问他，你会发现这个结慢慢的融化掉去，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结就是我们抓。那如果说你说功夫高的人，他这个有问题，他来了，他自动去，他不会抓。我们凡人，普通人。我们有那个习惯去抓某一个东西，抓了我们抓着，比如在上班的时候和人家和老板不爽，那不爽我们抓住那个不爽，那抓住这个不爽回到家，哦，我们把这个不爽压下来，然后呢，忽然间因为这个和太太或先生呢说一些事情，然后忽然间受不了了，这个压不住了，这个方就这个整个炸了。OK，所以呢，要解决这个结，你是要对着看，然后问他，还有问自己，怎么也好，你说这个我可以放下吗？比如我不爽了，我说我可以放下吗？那大家现在也可以做一个试验，什么试验呢？想一件你不爽的事情，想一件你不爽的事情。看是不是你开始那个不爽，你知觉到你感觉不爽，然后看是不是那个身体跟着重了，然后看是不是我的思想开始在那边乱了，想一个不想这个不爽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就回过头来。因为你知道那个开始那个不爽的感觉嘛，你就看着他，就问：“我可以放下这个吗？我可以让你解开吗？”问这个东西，不要用这个思想去思想哦，你是问着，就好像对着你的女朋友、男朋友问说：“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放下？”哦，只要你觉在这个知觉着他，然后呢，你这个问他可以放下吗？可以消失吗？种种不同的语词都可以，只要你要跟着这个，那他就会消失。那它消失之后，它就慢慢的，好像身体就很轻了。你走错路一定是很重，重到你要爆炸。你这个你跟着它，它轻轻慢慢就清凉了。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这样解决的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也是要跟着看你平时你这个
用多用功，你的念佛，你的止观多用功，因为你有多用功，你就多少定力，哦，可以，去观察到这个东西。所以在这个自然世界，它有两个东西，我们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知觉，一个是感觉。我知道我的感觉不爽了，我先感觉到这个不爽的感觉，可是我的知觉知道我感觉不爽，这个知觉它是不动不摇永远清净的，这个感觉呢，我看到林青霞我心甜甜的，那个也是一个觉哦。所以如果我喜欢林青霞，那我找你朋友就要找他像林青霞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结从这个延伸出去的。好，那这主要是我们抓，所以在佛经里面说自心起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本来没有的，你为什么会去喜欢这个林青霞？你有其他人也许不喜欢啊，为什么我会喜欢？那就是因为如果以佛教说，那就是痴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无明，没有理由的、哦、所以我们的这个一生很多东西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真的进入这个自然世界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，我们所谓一念不移，一念不移的东西，爱的生爱的死，恨的生恨的死的东西，终是一场空无明。所谓的空就是因缘生的无明，因为有某个因缘看到林青霞，我喜欢林青霞，我爱上林青霞，然后呢我追不到林青霞，我太太的样子就好像要追好像林青霞那个样子，那我以为我很这个，我是很忠诚很忠心，一念不移啊，这个东西，结果它原来是这个东西，它原来是我们的一个因缘，是空的，缘起缘灭的东西，然后它这个啊是啊一个无明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在那边抓住那个。那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觉 ，OK， 这个知觉看着这个开始的这个一个结，我们的心结的话，我们没办法消除它，那我们就会落入这个色身这个转，在这个转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就是来易来去难去，来易来去难去。你得不到自在，所以以后试试看，遇到不爽，先不要理身体，也不要去理那个外面的思想啊，我做的对啊不对啊，然后发脾气了又觉得很难过，又觉得啊应该不应该发脾气，不要那个，就看着这个不爽，我可以让你走吗？因为他只要你不抓，他就自动消失的嘛。我可以让你这个自动的这个解掉去吗？我可以放下这个东西，让你这个消失吗？怎么问都可以。哦，那一般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是会问说，可以让它消失吗？可以让它消失吗？如果也不必硬，我们也不必硬回应自己说，我可以让你消失。没有，你是问他，我可以不会让这个消失，可以吗？让它消失好吗？让它消失好吗？你问几次之后，你就不会走这个路了。那就是这个气，这个来一来，那去也一去，一秒钟他就去了。
可是只要你转到这个地方，是来易来去难去。如果有这个了解之后，有每天有静坐，有求止观，有念佛，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原来这么多心有千千结，我们喜欢的，我们不喜欢的，很多东西是在 background 里面转的，很多东西在里面转的，转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静坐这个止观功夫，我们没办法察觉到它，等到它浮起来中招了，我们又是来意来去难去了。那我们你看，有时候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，可以恨这个爱的生爱的死 ，OK， 就这个一念不渝，我永远爱着你，我下一辈子还要娶你，我下一辈子要爱你，那为什么不知道？就是因为中了这个的道。如果你看着那个我爱你一千年的那个东西，你说我可不可以让你自动的消失？它消失了，你就没有那个执念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执着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要清净，要没有执着，要清净，那就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消掉去，消掉去，那就是清净。如果这东西在这里转，我们练我们的气功，我们练我们的六字诀，我们还在这个地方。只要这个浮上水面，或者是它有大动作啊、有一些因缘它爆炸了，那就是什么？心生还是病生死。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试验来了解一下哦。总之它浮现起来，你就问他，我可以让你走吗？我可以让你回去吗？我可以让你消失吗？不要跑到这个地方，我好痛哦，妈的我不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理由，或者是说我好喜欢，我非买不可，我太太吵架我也要买， OK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六根清净是什么？人家六根清净是把这个东西清掉去，一个一个一个修行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清掉去，不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说我很清净哦，装模作样一下，不是那个哦，我很用功哦，在这个地方我练六字诀哦，我学佛哦，开玩笑，不是这么回事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一种的法门。那在缘觉经，佛教缘觉经说，知幻则离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知道这个是幻的，你就离开，可是没这个功力，老大，所以只好看着他说，可不可以让你走呢？我要不要让他走？可不可以让他走？那厉害的人，这个功夫高的、开悟的人，当然是知幻则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个地方是我一个结，放掉。那从此他就不再来了。那如果说是我们的话，那就这个凄凄惨惨戚戚了。所以这个功夫是重要的，这个从这里到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不过在这个出世的时候，我们要反应过来。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是怕、害怕，尤其是生病的，我得了什么重症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很害怕，第二个念头呢，就我的身体很不舒服，然后这个就来了，很重症，不治之症，什么很来了。那事实上要消除的是第一个，就是说那个恐惧，那恐惧就是一个吃，因为要求生存那个欲望，你看着他，你说，看着那个求生存的欲望，你说，我可不可以让他走？可不可以让他这个解开，自动的解开？我可不可以？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死了，很痛要死了，我知道我的色身不行了，
不要跑到这个地方来，你跑到这个地方来，那就是昏迷了，应该到这个地方去哦。现在时间要走了，我让它消失吧，因为时间到了，然后会这个悲伤的心会起来，那你就看着悲伤的心，我可不可以让它走，可不可以让它消失？所以你们喜欢看连续剧，看的这个会哭的那种，让他那个悲伤起来，你就看着那个，因为你是看电视剧嘛，对不对？他悲伤起来好像真的嘛，那你就在这个地方说，看着他，我可以看，让他离开吗？就是一生和看那个电视剧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说这个。那这个声明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不是什么菩萨，这个转世什么这个种种这个什么高深大德，我不过是我喜欢研究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个东西不够，所以这个地方要说一个东西。有时候很多人说，学佛啊，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我们就念佛就好了，念佛到升到西方，其他东西不要学，禅宗也很难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不要这样搞，那是你不懂。你要到西方，除了你的愿，你的这个修行也要有本事的。所以很多现在在这个宣传进度中已经走了样。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净土中念佛就是一切解决，什么都不必学的话，那佛何必说法几十年？所以我们这个学佛有说什么？这个烦恼无尽啊，誓愿把它给断了。真的是要断了，你是也许就一天24小时在那边看着，哦，起来了，可不可以让他走？哦，我前世喜欢林青霞，可不可以让他走？我前世讨厌谁，我可不可以放他走？一直一直在这里把他放走，然后一直放走之后，心比较安稳，来念佛，来止观，往这个地方去。真的修行就要这么做了，而不是说，哎，反正我喜欢这个，我买得起的时候没关系，那是好的，我存起来。看到谁不爽的，我会不爽的，没耐心的，那我现在消除它，因为它是坏的，那这些都是好的。那其实这叫做贪，贪嗔痴的贪。所以就是我要的是消除我的这个嗔心的东西，可是这个贪心的我要 keep 起来。这个都是问题，因为这些贪和这些都是问题，所以他是要把这整个把它放掉去，变成无助、不执着。那当然你会抓住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有我。你无我的话，你抓不住这个，你不会抓这个东西，因为有一个好像是我，所以我要抓我的这个，我很舒服，我的不舒服，有一个我。当在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不搞这么，他就会知幻觉离，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干嘛要搞这个？他知道就没了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做不到知幻觉离。虽然佛经上面说知幻之离，那就离幻之觉。我们离不开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抓住那个幻，每一天做的事情就在抓住那幻。尤其是更奇怪、更畸形的是，抓住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抓着。所以，学佛是法门无量誓愿啊，这个无量誓愿学，不只是说念佛，什么都要学。因为有碰到乱七八糟的，我们才可以这个
这个去处理它，去这个面对它，去解决它，去让自己自在。所以不是这么简单说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五蕴皆空，这个东西不过就是在五蕴很浅很浅的一个解，后面还很多解，这个解解不掉去，你的生病。心生还是病生时，我们自己又再去找那个病了。所以今天和大家说，你练六字诀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记得时时刻刻看着自己，这个就是看着自己哦。要知道说，这里在自然世界有一个知觉，有一个感觉，在听我以前刚才跟你说的哈、哦，你用知觉。去知觉我们的感觉，一旦有任何感觉，你就问他那个感觉，我可不可以让你解脱，把你放生？啊，就是这样，说了好像很简单，不是这样子。可是你们试一试，如果有问题，可以下面留言，好，大家来研究研究。